这球出棒遭到了接杀，打得墙平飞球进到了陈俊秀的一个手背范围啊，直接空中抓飞鸟把它接住了。三人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啊，龙队没能多添分数。一步一步来，不用去害怕，也不用去太担心，表现好与不好都没有关系。明天我们还是一起热身，一起打比赛，好，继续努力，一起向前，加油！被他碰出一次很大，压低的速球啊，打者挥空，两好一坏。如果这个时间点，譬如说了是乐天落后，这个就可能会很带劲。嗯，因为这件事平手。出去哦，穿了是安打，阿雷桑的跑者，这个球要做一个回传 ，safe， 但这边应该会挑战吧？哇，严宏俊，真的，这个时候赌他这一棒赌对了，嗯，哇，不可思议啊！大家就说了 ，unbelievable， 他轻轻碰球安打的能力是很高的哦，哇，就这个位置虽然是一个反弹球，但那个刚刚好穿出去啊，李凯威追。